到 AEO 呢個營運商資格嘅時候咧，我哋覺得個優勢咧係非常之明顯嘅。咁因為咧係有呢個資格嘅時候咧，我哋就可以將 AEO 嘅 logo 咧就刊登喺我哋嘅宣傳刊物上邊。當我哋接觸一啲新嘅客户嘅時候咧，起碼佢哋會對於我哋公司嗰個供應鏈個管理咧係有一定嘅信心。咁而家喺內部嘅運作上邊咧，因為我哋啲貨物咧亦都會去出口去唔同嘅地區，亦都會由唔同嘅地區進口嚟香港。咁當然係 AEO 嘅企業喺通關上邊咧都會有便利嘅。咁呢個對於我哋內部嗰個運作上邊咧，就嗰個效率會提升嘅。其實呢個計劃第一係免費嘅，第二又有一個嘅專業嘅意見，將我哋嘅保安系統提升。第三亦都幫公司帶到一個國際嘅平台，咁多著數嘅嘢冇理由唔參加噶嘛。